哎呦啊！哎，看这条新闻，来来来，一男子街边表演行为艺术，寒风中赤裸身体，批判全球气候变暖，挺好的呀。将艺术和环保这么巧妙的结合起来，太有创意了。有啥创意啊？就是哗众取宠。哎，我挺佩服这哥们哈，但是他不脚冷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在国外这种行为艺术到处都是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呀，子栋，你怎么了？看不出来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上新东方洗澡去了，我那衣帽箱忘锁了，我那裤子和衣服都让人给偷走了。后来我想，我说我打个车我回家吧，对不对？然后。哎呀，那车没有一个了，我这翻风里这站了俩点儿啊！人司机跟我说了，你看你呢，我这怕你不给我们钱，我身上不会捡起来吗？你太是了，你瞧你穿这身，钱搁哪呢？我跟你说，哈利，这个不气人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最可气，人家来了一帮记者。啊，这也不说给我配件衣服，拿照相机咔咔咔的就拍我，哎呦，我就臊的。我跟你说，后来，然后那天我不行，溜达回来吧，我溜达回来，我问我，你边走还跟着我，还问我，你问我，你为什么不拍衣服呀？人家咋回答的呀？我都说不来话，反正我就，后来我就怼着动，我就回答个六啊，我就回答。没准跟着我说的行为艺术家就是他吧？什么什么行为艺术啊？太好，这件事在别人眼里看来是个笑话，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眼里，这就是无限的商机。不是你又想挤什么幺蛾子你啊？我准备啊，在咱们这儿办一个行为艺术展，把记者都请过来啊！我准备把子栋打造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家。你先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家啊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呢，就去电视里啊做嘉宾啊，当节目里当嘉宾，然后进一步提高知名度以后，就去拍影视剧。等你的知名度巩固了以后，别人就把“行为”两个字忘了。娘，我虽然知道你忽悠我，但我乐意。小宁儿。我也不怕忽悠，我也乐意。这样吧，你俩组成一个行为艺术组合更有爆点。宝宁，你展览那天是不是有好多好多记者呢？你别动什么歪脑筋啊，这里没你什么事啊。放心吧，我对你那艺术根本就不感兴趣。那就好。小宁，你看我能帮上忙不？能啊。你不掺和就算帮忙了。这样，咱们去研究一下具体细节，好吧？好，欢迎各位媒体朋友们的光临啊！欢迎大家参加梦幻疗养院首届行为艺术展啊！大家可能都听说了，前不久呢，著名行为艺术表演大师张子栋先生光不出溜的暴露街头啊，深刻的批判了厄尔尼诺现象。今天他将携搭档刘晓妍小姐为大家创造一组新的行为艺术。好，有请二位。好。请问这次行为艺术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啊？这位记者朋友问得非常的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现在的城市当中，我们看到社会化进程越来越快，而我们的噪音呢，已经成为都市的隐形垃圾。我们的艺术家张子栋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表演控诉对噪音的污染，也同时表达了对宁静生活的渴望。让我们掌声再次欢迎张子栋先生。好，铿锵的敲击声代表了作者的内心深处灵魂的呐喊，简直是太美了啊！简直是太美了。来，拍照！等等，往后退点，不能拍这脚。来，拍照，把整个都闭了。来，往后退，往后退点。你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我是这那个，这是摄影师今天展览的一部分。不是啊
怎么的呢？啊，那个这也是行为艺术、啊。对，那个这个他想表达的呢，就是讽刺啊，这个社会对胖子的这个不公平啊，这个歧视啊。他想告诉大家，胖子也可以穿紧身衣，胖子也可以扮李小龙，胖子也可以是人类的好朋友。拍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，单身贵族。是的，我现在呢想找一个完美的优秀的男士终身为伴，那么条件呢请参考王小宁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我如果有意者呢可加我的微信为好友。哎，还有这里是我的二维码，这也是展览的一部分啊。这行为艺术，我这个这个作者呢，他是想表达的这个是婚姻与爱。别吵吵了！你们干嘛呀？乌泱乌泱，这又敲盆又敲锅的，让不让人学习了？你们？哎，我看明白了，这也是行为艺术。这批判的是现在大学只重视学历，不重视能力啊！太深刻了，这小伙太深刻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？哎，怼嘴里了！哎呀，你别往后点，少林寺十八铜人。啊这是批判形式主义，弄虚作假呀，这也很深刻呀。媒体朋友们，咱们冲吧！是啊。小妮儿，你说上次那个行为艺术展弄得那么糗，可丢人了，你就别再尝试了。我总结了一下上次失败的原因，根源在于用人上，当初选子栋就是错误。所以这次的行为艺术呢，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真的？哪种行为艺术啊？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呢，是批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。嗯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一点温暖，那么再坚硬的冰都会被融化掉。小妍，这次你的行为艺术就是用嘴把冰块融化掉。我愿意。哎，冰块在哪呢？哎，妮儿，你要跟我耍流氓是不是？我瞧不起你！呸！小妮儿，为了艺术，我愿意帮你把它融化掉。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啊，不能靠那么近。你这是糟蹋艺术啊！小妮儿，还有没有冰块的？我帮你把它融化掉。